各位，咁而家呢一個垃圾桶嘅儀式做唔做？踩爆你全家！點啊？踩爛佢咯！各位，不如我哋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要再保存，我要再保存，梁振英下台，梁振英下台，我要再保存，我要再保存，梁振英下台，好，整爛佢，整爛佢。各位。 攞埋埋嚟，好，謝謝。劉勇，劉勇喺度，唔使。有冇？其他嘅人有冇埋嚟？小亮先，小亮先，小亮先。仲有其他嘅人啦，各位正話有鬧我嘅人，再埋嚟做埋佢。喂，先走梁振英啊，肯定冇眼睇啊！ 踢走梁振英！踢走梁振英！我要曾宝全！我要曾宝全！踢走中共走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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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要執保税，踢走梁振英，踢走梁振英，我要執保税，我要執保税，踢走六八九，踢走六八九，我要執保税，我要執保税。嗱，各位，呢個係細嘅，反轉，仲有第二邊，好大啊個口，我哋要洗翻話。踢走六八九，踢走六八九，六八九班子，六八九下台，一堆垃圾，一堆垃圾，六八九班子，六八九班子，一堆垃圾，踢走六八九，踢走六八九。佢揾個老婆，揾個老婆啊！嗱，各位，呢個揾個老婆，呢個揾個老婆，呢個就搶男。踢走六八九，踢走六八九，梁振英下台，梁振英下台，踢走六八九，踢走六八九，我要真普选，我要真普选，梁振英下台，梁振英下台。嗱，各位，嗱啱啱長毛已經講咗啦，咁其他團體你哋可唔可以講幾句先？有冇？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大專政關的成員。我們今天都一起去到禮賓府，本來呢就是想去正門去示威，但是呢警察一直都不肯。經過的一輪的衝突，也都是我們有很多的成員都是中了胡椒噴霧。我們想走的時候呢，也都是警察都是不讓我們走。我們呢最後剛才我們的決策裡面長毛都是提過，我們現在其實完了這個儀式之後呢，我們未來再會想下一步的行動，但是呢就未必是在今晚，我希望大家會明白。另外就是剛才的安排呢，我們是極之不滿意，因為我們去中聯辦的時候呢，即是以往遊行去中聯辦呢，都是可以流水式地經過正門。我們不明白為什麼特首辦我們就不可以，為什麼禮賓府我們就不可以去示威。我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香港的首長可以這麼高貴、這麼高尚，但我們很多的市民、很多基層市民、很多沒有話語權的人，我們為什麼不能夠去到正門示威，就是這麼簡單，一樣都做不到。這個是我們極之憤怒和很失望的。你來，你說。